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， 而家喺澳门新濠影汇 W 酒店度担任厨房督导。我喺2010年离开咗香港之后，回流翻澳门头心酒店行业，从初级厨师开始做起。我而家主要职务系负责 W 酒店津津自助餐嘅冻厨房啦，仲有客房、水疗中心嘅营军水果。我平时翻工时间大多数喺6点钟，所以好早起身。平时我哋冻厨都会处理好多水果啦、蔬菜同海鲜嘅。作为厨师，我哋首要嘅任务都系要注重翻食品安全啦，同出餐品质啦。然后我哋都会遵守翻马豪国际集团嘅卫生标准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会保持翻工作效率啦，为餐厅补充翻食材。入咗 W 酒店大概一年啦，都好高兴得到升职嘅机会，从厨房嘅领班升到厨房嘅督导，而家多咗机会参与管理工作，包括平时嘅例会啦，同埋卫生会议嘅。我平时都会同啲客人倾下偈，了解下我哋嘅出品同评价，喺佢哋嘅反应同笑容嗰度，我感受到我做厨师嘅意义，就是为咗提供更多优质嘅食物同好味嘅嘢俾佢哋。